你冇扶正，哦，你先冇得要扶正啊，那不是该看透？因为人家时候很小啊，我怎么叛变呢、啊？我总记得我这个手上啊，这个绑起来是这样的，吃饭是人家来喂的，他这样绑绑的，这样拽。绑到这个地方，那道这个怎么吃啊？拉到这个样子，到了最后出来的时候，这个地方那个绳子都在里面。